后患无穷，但您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哪怕这小两口子他们在同一个城市，也有可能隔您很远，就也有可能未来结婚之后也陪不到您。对，所以这不是异地恋的过错。而且还有一点特别的现实，就孩子他其实有自主性，而且特别有逆反心理，你越去反对吧，他就越要倔着，我就要去。你倒不如给他一个空间，让他自己去揣摩一下，如果合适好，两个小孩子未来在一起，如果不合适他自己都知道分。您别越反对他越在一起，结果把哇子女都逼出家门了。他们变在一起，啊，在一起，就是说什么呢？他就是说这样反而还怎么呢？遮掩了他应该看到的东西。你能看到他坚贞不坚贞？比如说女孩，我本来女孩我不爱这个小号，比如说，但是这个小号成天缠在我身边哈，成天见面，成天见面。哎呀，今天来吃饭，明天看电影，那个后天呢，我带你，给你一个小礼物啊，拉拢拉拢，就这样式，迷迷糊糊，迷迷糊糊走向了婚礼了哈。他没有看透，他真的是本来面目。但你异地恋就不同了，异地恋如果真能成，那真是真挚的感情。对，因为他是异地，他发生了恋情，家长你要不掐断，让他恋下去，他要真成的那天，你们一定要相信这段恋情真的很好很好，他非常好，我来说很伟大。